请问发财的克星是什么呢？人呐，命里带财，财追着跑，你到什么地方他就跟到哪里。但是有一样，蓝可不行，它可是发财的大克星。我们来听个故事，你就全了解了。说很早以前啊，有一个姓王的大财主，家里呢是特别有钱，老年得子就非常疼爱这个孩子，是含在嘴里怕化了，捧在手上啊又怕掉了，孩子自然是被宠上了天，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。村子里啊有一个姓赵的，叫赵半仙儿，算卦那是一算一个准儿。这个大财主就把赵半仙儿请到家里，给孩子算上了一卦。赵半仙儿要来生辰八字一对，这可不得了，这个孩子30岁那年那是要发大财的，这是一个富贵命。大财主当时就把这个卦象装在了一个荷包里面给了孩子，交代说，你30岁那年啊是要发大财的，你不要忘记了发财的时间啊。一晃十几年就过去了，二老给孩子娶了一房媳妇儿，就撒手人寰离开了人世。没过几年，这王富贵就把父母留下的财宝是一败而空，不得已带着老婆住进了破庙，以乞讨为生。但是这两夫妻啊心肠特别好，要来的饭都要先敬下土地爷，自己再吃。有一天晚上啊，王富贵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土地爷跟他说，我给你一把弓箭，你的箭射到哪里，你就开始到那里去挖地，挖地3尺，里面就会有很多金银财宝。王富贵一梦醒来，他想，我还要去挖地，还要挖地3尺，这得多累呀，就一直哭。这时候来了一个县官，这个县官就问富贵，你为什么哭啊？富贵就把梦里的事儿跟县官说了。这县官也想得到这笔财宝，就跟王富贵说，那我们换一换，我来挖地，你去当官行不行？富贵说，当官还要每天升堂，这个也太累了，我不愿意。这县官摆了摆手就走了。王富贵就想了想，想了个好办法，他说，我把箭朝天上射，银子肯定就会从天上掉下来。于是他就真的朝天上射，这个箭呢就落在了一个葫芦上面。他心想，这个葫芦里面肯定有财宝，就打开葫芦一看，里面只有一张纸条，上面这样写道，取银怕刨地，当官怕升堂，讨饭就赐你个葫芦瓢。于是呢富贵还是讨饭。到29岁那年呀，生病了，就交代老婆说啊，我死了以后呢，你就把那个算卦的卦象啊跟我一起埋了，我要到地府亲自去告那个赵半仙儿，就是他算了个卦，说我30岁发财，害得我是什么都没学会。说完以后就离开了人世，老婆就真的把卦象跟他一起埋了。富贵就来到了阎王爷这里，上去就是告那个赵半仙儿。阎王就把赵半仙儿抓了来，问他，你是怎么算卦的？赵半仙儿说，我算卦从来没算错过，可能是他的生辰八字错了吧。就拿来了生死簿，一对，没错呀，那怎么回事呢？就取来了应付簿。这应付小鬼呢就跟阎王爷说，是啊，是有这笔财，他命中注定是做生意的，但是他也没做生意，我也找不到这个人，我以为他是去读书了，所以我就交给了文曲星。于是呢黑白无常就带着王富贵去找文曲星。文曲星就说，是有这笔银子，但是每年科考我也找不到王富贵这个人，我以为他从武去了，我就把这笔银子呢交给了武帝。黑白无常又把王富贵带到了关帝庙。周仓说，是有这笔银子，但是每年武考的时候我也找不到王富贵这个人，所以呢我把钱交给了十殿。黑白无常又把王富贵带到了十殿。十殿说，我找来找去360行都找不到这个人，我有钱没地方付啊，我就交给了他村里的那个土地爷。阎王爷呢就召见了土地爷。土地爷说，阎王爷，我也是没办法，这个人呢懒，他是懒到了出奇呀，叫他射箭他怕刨地，叫他当官怕升堂，甚至他连扫地都不愿意扫，这个银子我没法给他呀，你现在找到我，我把这个银子上交。阎王爷听完以后啊就叹了叹气，你这个人呢也是懒到家了，你懒成这个样子，连神仙也没办法救你呀。听完这个故事您明白了吗？其实懒呀，那可是你人生中发财的大克星。